今天为9月22日上午11点30分，要以速冻 CD 切除引发患者癫痫的病灶，由我杜乐生为主刀医师，李志豪医师、岳英杰医师为助手医师，叶宇恩为刷手护理师、麻醉师还有放射师。今天的速冻 CD 操作就麻烦了，今天就拜托大家了，请将影像资讯输入到手术计划软体，影像已经 Fusion MRI 传输到导航系统。好，手术计划完成，开始进行手术。陈氏丁小姐大咳血，现在呼吸困难，马上进行插管，让患者可以呼吸。大叔，咪达，大叔，可以了，插管。好。话语进度，前一支病人血压75/50。血压持续下降，肺部持续出血，再叫 PEG RBC 20U 来。血管摄影室急叫肺卡 RBC 20U。手术的进度非常的顺利，但手术的计划因为你没有参与，所以你不需要知道，你只要知道最后的结果就可以。没问题，我知道这些就够了。杜医师，杜医师，杜医师怎么了？我们在拟定手术的计划的时候，有一个预备计划。杜医师应该是遇到突发状况。什么预备计划？杜医师他……别急，没事。杜医师，这个状况我们已经模拟过了。你现在怎么样？需不需要采取预备计划？杜医师，请尽快决定。病患年纪还小，我担心他体力还不行，必须尽快完成手术。加快！波子明，有3分钟一支，阿米亚多让两支 ，JB push。波子明3分钟一支，阿米亚多让两支 ，IB push。丁小姐，原来在等你，你要撑住。又成功烧走一个病灶。杜医师，辛苦了。还剩下最后一个病灶。是啊，剩最后一个。这个地方很不好处理啊。病灶很深，位于岛叶。要是处理不慎，很有可能重残，或是变成植物人。你会怎么做呢，杜医师？就照平常练习的就好。我知道，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。随时都可以开始。拜托了，小雪。陈医师，病人脉搏还是很弱，测不到血压。小雪，加油！
拜托，不要放弃自己，加油！森哥，杜医师，杜若真医师。 森哥，杜医师，森哥，我们一起来帮助这名患者。放心，我一直都陪在你身边。是，谢谢你，森哥，杜医师。 会。病灶移除完毕，准备关伤口。杜医生，辛苦了，收尾的工作要交给我们。 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在这里说啊？我很抱歉。发生什么事了吗？丁小姐，丁小姐她过世了。她在你刚手术的时候，因为严重肺出血，动脉血管栓塞术，叶克膜抢救无效。 宣告死亡，余恩。 对不起，三哥。没什么好道歉的。还记得那天我跟你说的吧？记得。只要有人需要我们的时候，我能给予他们帮助就好。可是，在邱红杰需要我的时候，我不在他身边。但是当时你正在帮助一个需要你帮助的人。 人生本是无常，你永远不知道病患下一秒的状态。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你的大医院学习最主要的原因。在这里，你会遇到许多事，经过的经历虽然是痛苦，但是只要你能挺过每一段的伤痛，他们就足够可以让你变得更加优秀。生哥没办法无时无刻在你身边讲我。 从今而后，你会碰到更多的病患，不要忘记任何一张面孔，要记住他们所带给你的触动，以及他们所带给你的每一段经历。与恩恩的第一天，真的很开心可以认识你。 加油！我很努力爱你一场，却回不到你的身旁。
如果我这样放手，像你一样勇敢，是否告别就不简单？如果我转身就走，像你一样勇敢，帮我拍的好美哦。就变简单。